先，我们的青岛贵妇黄渤导演的处女作一出好戏上映，翻开作为主演的张艺兴、王迅等人也是因为近几年的综艺节目《极速挑战》而备受关注，幽默风趣的表演风格也受到了全国各地观众们的喜爱，并且每个人在节目中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。阎王、孙红雷、神酸子、黄磊、狡猾精、黄渤、松鼠、王迅、小绵羊、张艺兴，还有扮什么像什么的小猪罗志祥，其中男人帮的情谊让人羡慕和感动。很多网友表示说，看了男人帮才知道友情兄弟情是多么的珍贵。这一次黄渤首次当导演，也是不远千里特意邀请了男人帮好友们来助演，孙红雷更是友情出演，黄渤是给他零片酬的。结果昨晚上映的电影，观众发现孙红雷的镜头被后期制作剪得一干二净了，难免让人有些大失所望。但是青岛贵妇黄渤和孙红雷的关系已经好到不会计较这些。黄渤也笑称，我拍了你，但我剪进去了吗？没剪进去不给你钱咋了？